很多朋友跟我讲，吃麻辣香锅只来他们家。反正我是完成了两碗的任务。这天发着刚一顿不吃的晃，我刚算了一下，我有八期视频没有正经吃大米饭了。今天我要找个下饭的，准备吃两碗大米饭。进门，我的妈，这么多人，一荤一素还得分开。这一个素一个荤，我来荤的吧。行啊，这人也太多了。咱俩很麻巴的啊，来个午餐肉，这午餐肉看着行啊。五花肉、牛排，这是啊，这一看就是合成的。这是鸡柳拉着那个毛肚、大虾米，这肉行了吧？哦，脆乎脆乎。哎，绿色你拿了吗？走了，哥们，降降价位了，降降价位了。饮料，饮料，饮料。哦，能送六个米饭是吧？能送六个米饭。刚才真这么一通啊，要说不贵，六碗米饭你吃两碗，我也吃俩，这一盆麻辣香锅，哎呦，我都端不动。我先夹一筷子，第一口永远是面筋。咱要的是酱香微辣，第一口没吃出来辣味儿来。还有这点辣酱，这是什么饼？哦，大饼。哦，他把这饼炸了一下，他来口茄子。越来越好吃，我要那是毛肚呢，毛肚。它这个酱香味确实挺浓的，还微微有点甜。来口腊肠，鸡胸肉，来点辣酱啊！哎，不是这么辣，还用再炒一下吗？不用再炒，不用再炒，不用再炒，来点辣酱吧。啊，好，把这六碗米饭补齐了。它这个鹌鹑蛋也是过了个油，弄成虎皮的了。这是嘛？这是素丸子是吗？但是过油了。这素丸子好吃啊，外壳脆，里面软。它这个炒的吧，挖到底下你也看不见汤，有点干锅那个性质。又搞点辣酱，尝一口加完辣酱的。加完这辣酱，我跟你讲，这味儿绝对对了啊。午餐肉。哎呀，终于找到个绿色！我的妈，咱俩这一盆拿的太多了，这么一通吃它也不见下呀。第二碗，它里面这个东西啊，基本上都过了一遍油，所以大部分东西吃起来都是稍微硬一点，或者是脆一点。这样的话，你吃进胃口里啊，它就支棱着，对吗？就是很快就把你这个胃口给。撑饱了，实践证明你没怎么拿菜呀、啊，不是生菜也没拿什么。下下下，这么一通糟，还剩了三分之一，不到三分之一，米饭还剩两碗。反正我是完成了两碗的任务，又打包了一盒米饭，直接扣上，这个也扣上，今日消费181。OK， 咱们下回见，拜拜。